鹤的背上啊装了这个卫星跟踪器，嗯，一直在背着吗？这个多难受啊。从最初设计的时候其实考虑这个问题，所以现在的设计那个绑带是自然脱落的，带着羽毛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，所以就原来计划就是两三年脱落，所以现在有的就跟踪时间长一点。但是这个跟踪器佩戴很是技术活，怕佩戴不好对鸟造成伤害，所以现在呢改成什么呢，戴在腿上的。